时代是进步的，在一切进步当中，台湾尤其显得突出。记得在好多年前，三轮车还是我们主要的交通工具，到处都可以看到违章建筑。在那个时候，台湾南部有一个女子乐队，现在叫人看你的笑话的，他刚来就乱吹。你别吹响，就是这样子就够了。走吧。你上个月欠我2块。阿碧啊，三娃大林子皮。阿桃，哎，方梅，我到家比你们还早。嗯，是阿郎送我回来的。阿郎呢？我也见过你了。走了。哎，那他不会再到队上来了。有人给他买了部新车子。他不会再喜欢你了。放什么屁啊，谁让他喜欢。你才放屁呢，谁不知道你跟阿郎的事啊。吓得吗，你看见了，你别跟小丽给你记号了。别吵了，不要打了吗。他们两个别吵啰嗦。他妈妈说，来啊，邓来啊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。
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向右分，一二三四，一。你要记住啊，不管前后左右，指挥棒一定要拿直。你要，对，这样才好看。好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，哎，对对对对，好，指挥棒向前啊！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，左转，哎，指挥棒，哎，右转，对，好，来，啊，一二三四，哎，抬头，哎，闭嘴，哎，抬头，哎，指挥棒要拿直啊！好，一二三四，好了。现在练三拍子啊，一二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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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猴子，你最偏心了。啊？我偏心呐？还不偏心？我来了半年多，就学会了打大鼓，他才来了几天，就要指挥别人了。你去问老板娘，是老板娘叫我教他的。哼，老板娘为什么对他那么好？他长得比我好看啊。哎，阿涛，你怎么这样说呀？哼，桂枝，不要理他。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女孩子就是情商窄，桂枝啊，不要放在心上。是什么东西啊？是我送给你的，拿回去看。今天有事没有？哎，澳门里礼物跳啊！好，我在巷口等你，你换换衣服就来，越快越好啊！哎，嗯，你等我干什么？你说我等你干什么？出去再说嘛。哎，反正我不会把你卖掉。讨厌！我为什么一定要跟你出去？哎，你不认识我？真奇怪，我为什么要认识你啊？他们告诉我说你叫阿郎。嗯嗯嗯，他们有没有告诉你，在这里的女孩子不管是哪一个，只要我说一声，他们就来不及的往外跑啊。阿郎啊，就是这点有办法，他妈的也不知道为什么。那你去找他们就好了。我跟他们不一样。我真的跟他们不一样。嗯。你去找他们就好了。
我找谁不要你管，我只问你去不去。啊？不去。嗯，我还没吃过这样的鳖啊。嗯，阿郎完蛋了，不去也没关系，我走了。回来干什么？我要看看你到底哪一点跟别人不一样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要喊了。你喊你凶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厉害。动什么？哎呀，阿郎，你看你的嘴，不识抬举。我告诉你，以后我们两个没完。哼，啊？没完？够。你能怎么样？哼，告诉我。你现在不得了了，有钱有车又有女人倒贴你，你就要上天了，以后不准到我队上来。是。滚出去。是。哼，是的是的。没什么吧，再来啊，不要理他了，有凶心。他怎么欺负你了？二郎那个东西啊，从前还没这么坏呢，都是那几个女孩子把他惯坏的，现在又有一个酒女给他买了一辆新车，哎，他就觉得天下的女人啊，没有一个不喜欢他。一句话，他就是仗着自己年轻。
对呀，老高，对呀，大鸡蛋丸子，老高，你好，嗯，老王，你好，不错吧？来，我抢了，哎，我在冷藏柜呢。管人家干什么？你是不是喜欢桂枝啊？靠药，我喜欢谁药你管。来这样。来，大哥，来接哦。老胡子，要不要再出碗？不要了。你不吃了。好，来接，来接哦。来接。来给。不少，过来接哦。阿狼爹是不是阿狼爹？不要管，一定是阿狼喝醉了，又在跟人吵架。阿狼爹，你凭什么管我？老子花钱吃喝是我开车赚来的，老子喜欢怎么花就怎么花，你他妈的管不着。开车赚来的啊？你的车哪来的？还不是老娘钱给你买的？没良心的东西！牡丹，让你管！你身上穿的带的，那又不是老娘钱给你买的？那你要怎么样？开车跟我回去！东西也没看见你，就跟这个小骚货在一起又吃又喝的，那个太郎气的，你才是小骚货！下达过没给小丽？哎，我的客人呢？还没给我当饭的钱呢，都是你家气跑的，快给我回去！走啊你！林女，老子又不是卖给你。阿郎，你别走啊！啊，表还给你，车还给你。这都是你送我的。我一样都不要。阿郎，算了，你另外再去找个阿郎吧。阿郎，林姐。你看我擦的比你还亮吧。儿子，你来几罐？我来喽。昨晚上阿郎没叫我去，要是我在那里啊，我非要好好揍那个酒家女一顿不可。哎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你又不是阿郎的老婆。哎，那他也不可以骂我们是骚货啊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其实啊，位置。讨厌。哎，阿郎。哎，阿郎。哎，
哎，听说昨晚上你跟那酒家女闹翻了。嗯。把阿郎吃不开了。你又来干什么？大哥，阿哥在不在？在上面。哦，嗯，你怎么踩我脚啊你？阿郎，阿哥，阿哥。怎么，现在又来找阿公了？你是不是打算要回来啊？随便。还有脸笑的，不学好。你回来是可以，可是不能住在队上。哦，有事吗？你出去给我跑一跑。哎，可不能把我这搞得乱七八糟的。哎呦，哎呦，二十七八岁了，也该做点正经事。哎，一个大男人整天贴在女人身上，那样啊会短命的。好了，阿哥，你不要说了，以后我也不会了。阿哥，再有女人来找我，我都不会理他们的。阿郎，嗯，阿郎，外面有人找你。谁啊？不认识，他们在门口等你。警察去！阿郎，
别告诉警察，晚上我到那儿见。孩子，送护身符来，是你打架的时候掉在地上的。方美阿桃他们呢？他们回到队上去，我才来的。你真他妈有点怪，我有钱有车的时候找你，你不理我，我现在倒霉了，你又自己送上门来。你不要想的那么便宜，我会给你送上门来啊。你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跟他们不一样，我从来就没有跟人家乱来过。真的没跟别人来过、啊、嗯，你是不是真的要我？那你走吧。我不缺这个德。阿郎，我要跟你说清楚，我是我妈拿了老板娘的23000块钱压在队上的。本来我妈把我送到茶室，我不肯。你要了我，就不需要别的女孩子。你听清楚了，要了我，你就一辈子不能离开我。起来，起来！你一夜都没回来，干什么去了？你管我干什么？老板娘让我管队上每一个人。老板娘很生气，我到处在找你。他是不是怕我跑掉了？不是怕你跑了，是不放心你。我就等着你一夜没睡。你等我干什么？Thank you.
的玩家，放开！哎，你是不是输不起啊？这不是刚才那副，你换了假的。你是怎么搞的？老是别别扭扭的。问你自己。我不希望有个人管着我。谁要管你？你去耍你的流氓好了，以后不要再理我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找你商量一点事情。嗯，什么事啊？你他妈的说老子不够朋友啊、哎、我阿郎最够朋友、哎、谁不知道、哎、谁欺负你了？没问题，这忙我阿郎可以帮得上的、哎、怎么样？是你说的，你够朋友，从今天起不准再去找桂枝。哦，
哼，我认识你好多年了，你那些坏事我都清楚。对上那些女孩子愿意跟你在一起我不管，唯独桂枝我不准你去惹她。关你屁事，我爱喜欢谁我就喜欢谁，我偏喜欢桂枝。你混蛋，你喜欢她那还不是三天两天的事，你害了她一辈子。我不是跟你说着玩的，你别看我这么大岁数，要是你再敢到队上去找她，我就在屁股上给你一刀。哦，你喜欢桂枝是不是？好，你等一下，我给你找把刀。我看，干脆就现在给我一刀吧。哎，来呀、啊！哎哎哎！我哎老猴子，你省点心吧，留着那闲工夫把队上的事情多替我照顾照顾，男女之间的事没地方说理。老板娘，这件事情你是非管不可，我在队上也19年了，我可从来没求过你，求求你。那你叫我怎么办？不让阿郎再到队上来，那就不让他来。桂枝要去找他呢。不会的，那不会的。桂枝太好了，阿郎太坏了。要是阿郎不来缠桂枝，桂枝不会理他的。哎，你又不是桂枝，你怎么知道呢？你喜欢桂枝啊？你今年有50了吧？去年50，今年51了。哎，这又何苦呢？都50多了，头发都快掉光了，还早干什么呢？要在10多年前动这个心，队上的女孩子可多的是，现在不早就儿女成群了？我从来就没有这样过。老板娘，队上女孩子再多，我从来没想到要沾哪一个。唉，自从桂枝来了以后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。好，就这么办吧。我不准阿郎再来，你呢，回去好好的想想吧。我想的太多了，大概是我走进了死巷子。老板娘，哎，老猴子，你是怎么了？老板娘，这件事我没办法向桂枝开口，少不了请你帮忙帮到底。桂枝，桂枝，哎，桂枝哪儿去了？刚才还在这里吗？想不到老猴子也会喜欢女人。哎，老猴子喜欢他，桂枝知不知道啊？
哎，你们说桂枝会不会喜欢老猴子？谁知道？就会知道的，你不能再到队上来找我。那你来找我好。我又不能天天来找你，除非我们结了婚，就没人说话了。我拿什么结婚呢？有你跟我就够了，还要什么？结了婚，我们还是住这个小阁楼。我把这再收拾一下，白天我出差。哎，阿郎，你去踩三轮车好不好？嗯。就像阿明嫂跟阿明那样，他们不是过得也蛮好的吗？阿郎越来越不值钱了，以前开计程车，现在要去踩三轮车，再过几天呢，我该去赶牛车了。阿郎，我们现在是夫妻了，不是那个酒家女能顾得了你，将来我们会有儿女的，而你又不会在乎你做什么的。你算了吧，我才不要老婆跟一大群孩子拖着我，一步都走不动。再说你看我哪点像结婚的样子？你一开始就没有想到要跟我结婚呢？就这小阁楼，两个月已经没付房钱了，说不定明天就要赶出去。你要结婚呢，另外再去找个有钱的吧。你不想结婚，你要我干什么？你说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我不是个东西，我是人，我爱你，我喜欢你。喜欢，喜欢就要过一辈子。过一辈子，过他妈十辈子都可以。哎，你得等我有了钱呢。阿郎，阿郎啊！
够。够。你还怪老实的，你有什么劲？给我回去！阿狗，这又何必呢？他是我队上的人，以后你再敢到队上来，当场我敲断你的腿！走！你爱死！我操！我离挂！老子！哎呦，老高！老不死！管不起觉得怎么样啊？来，天气太热了，谁也受不了的。谢谢你，你好好休息吧，我还没回家去看看呢，那个小家伙饿得要叫呢。你回去吧。
为什么要对我那么好呢？那天你跟老板娘说什么来着？你怎么不说话呢？你是不是打算娶我？老板娘跟你说了没有？我是我妈拿了老板娘23000块钱压在对上的。那不算什么，我有，我替你还。你不会喜欢我，我知道，我也配不上你。不要跟我说这些，去跟老板娘说去。我马上就去。老猴子，你姓什么？该不会是叫老猴子吧？我姓吴，叫吴广泰，他们大家都叫我老猴子，你也叫我老猴子吧。老猴子，我怎么去跟老板娘讲去？既然你们决定好了，我还有什么话说？那我就恭喜你们了。还老猴子年纪大了点，可是他心肠好，你要是跟了他是不会受罪的。哦，桂枝啊，你是不是要回去跟你妈说一声啊？这是我送给你们的，谢谢你老板娘。我要给桂枝带着。要做新娘子了，身上不能没有钱呢。那我就等着喝你们的喜酒了。就在队上办吧，乐队现成的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以为你搬家了。搬？我往哪搬？吃早饭没有？半个多月没看见你，你瘦了。哼。
阿郎，我要结婚了。结婚？跟谁啊？老猴子。你嫁给他？那个老王八蛋有什么资格娶你啊？你谁不好嫁，你偏偏要嫁给他？嫁给谁都比嫁给你强。他待我好，他要跟我结婚。好，你去嫁人好了。你是嫁给那个老猴子，你嫁给猪我都不管。他的年龄比你爸爸还要大，你就那么急着要嫁吗？好，看我不宰了他。你这是为什么？反正你也不会要我了。他妈的，谁说我不要你？我穷得连理发钱都没有，我拿什么要你？那酒家女来找过我好几次，我都不去。你滚你的好了，就当你没有认识我阿郎。滚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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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就走。我现在才知道，你一点都不够狠，阿郎。不是我急着要结婚。是我们有孩子知道桂枝是骗他的。哎呀，他妈妈都说他没有回去，还不是拿着他的钱跟别人远走高飞了。老猴子啊，你就死了这条心。老猴子想开点，不能整天一点东西都不吃。也许明天桂枝就回来了。回来要回来早就该回来了，
一个多月了，连个影子都没有。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讨厌的女孩子。我要是女人，我早就死心了。我要是那个女人，我根本都不回来。你们根本不可能凑在一起。你知道个屁呀、啊！老猴子，我本来不打算告诉你，那个女人呐、啊，不光是跟你一个人来过，她和另外男人也来过。我知道你说的是谁。那个人呐、啊，曾经也在这一带混的，最近一个月没有见他人来。我听我朋友说，他和一个女人呐、啊，住在高雄哎，嗯。看见起来，你来干什么？登记了，走啊！要不要我替你去一趟？不要了，要去我自己去。你就算了吧，你对付不了他们的，你又不是不知道阿郎过去是干什么的。老板娘，你放心，我老猴子也不是好惹的。屏东来，西贵，西贵，好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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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西贵，西贵，西贵，哎，西贵，哎，走开啊！走开你、啊！怎么，卖西瓜犯法？小弟叫阿郎，以前在台南混过。最近才到高雄来的，我们交个朋友，来块西瓜。哎，你，对不起，我不要，请你走开。
你听着，这都是你出的主意，以后谁要再叫我去做生意，我把他丢到海里去。哼，我也去跳海。我知道你一定会在外面跟人家打架。打架？我现在还有打架的份，受气都受不完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不是做生意的材料，卖青菜、卖冰水、卖西瓜，我一样都做不好。不做怎么办呢？我们要过日子，还要还老猴子的钱。我不管，我又没拿老猴子的钱，再说也不是我愿意到高雄来的。阿郎，你不要埋怨我。那你就不要逼我去做生意，丢人。你再将就几天，等我把孩子生下来，我出去做，你留在家里好了。那我算什么东西？我吃软饭何必找你？我不会去找母带。你就忘不了那个酒家女，天生的没有出息。你打吗？我看你大肚子，我一脚踹死你。你。我死了你也活不了。阿郎，打老婆没有用，还是要过日子的。你看人家对面那个阿林，人家有五个孩子，老婆还有病，阿林天天的都出去卖牛肉面，人家不是也过得蛮好的吗？你还年轻力壮的，为什么不如人家呢？阿郎，从明天开始你也去卖牛肉面。我不会卖牛肉面，我只会吃牛肉面。你看谁比我强，你去跟他好了。把屋里收拾一下。不必了，我又不是来做客的。阿郎呢？你怎么找来的？什么？我不能来呀？你们跑到哪里去啊？就算跑到天边我也把你们找到，我的钱就那么容易拿呀？
逍遥自在。你们晚上睡得着觉吗？心里头也不惭愧，还穿着我花钱买的衣服。我房子都找好了，在等你回来。你走的时候怎么说的？我说过了，我不回去的。啊？什么？你说不回去？我还以为你是逗我玩的。你不回去，我为什么要给你20000多块钱呢？我疯了！我有钱没地方花了，把钱还给我！我给老马添的钱，给你买衣服的钱，你拿走的钱，还有我坐火车的钱，统统还给我！少一毛钱呢，我要你们好看！我马上报告警察局，把阿郎找来，把你们关起来！家里面只剩这些钱了。这些衣服都是你买给我的，还有屋里这些东西，你随便拿吧。你不必找阿郎，这是不能怪的。他出去半个多月了，我都找不到他。我们是不是现在就到警察局去？你什么时候有了孩子？再有2个月就生了。哦，那就难怪了，早就该想到。哎呀，我真是越老越糊涂了。你刚下火车，还没吃东西吧？我给你煮点稀饭吃好吗？随便什么都好。你一定恨死我了。我跟阿郎说过，欠你的钱我们一定还的。是阿郎，什么事都做不好。我不吃了，我得赶回去。那些钱你们有了再还。这些钱就算我借给你的。老猴子。你他妈怎么会找到这里？是来找我们要钱的吧？阿郎，那你算来对了。啊，拿去数一数，最少有3000块，不出半年，我全部都还给你。阿郎，这一天你到哪儿去了？这个钱哪来的？哎，放心啊。干老本行，开车。阿郎，你真行啊！你已经超过十几步了。我们要先到台北，先过磅，就可以多赚许多了。哎，老三，你今天吃亏，你怎么叫阿郎给超车了？你要生气啊？快！怎么样？可以吧？啊，急急急！
不要管，你等着哈。老猴子的钱呢、啊？最多不出半年，我就通通可以还光掉。阿郎，赚钱不一定要拼命啊！啊，不拼命，人家干嘛给你钱呢、啊？抄一部车给50块，每个晚上抄5部就250，加上工钱有多少？为什么要抄车？开慢点还不是一样？反正早晚都会到台北的。这差太多，你不懂。那些猪啊，都是肚子吃得饱饱的，先到就先过磅，先杀，先盖章，先卖掉。可是你要去晚了，那就要等啊。那50头猪啊，要是每条猪拉2斤大便的话，那就相差100斤肉，哪个老板赔得起啊？所以啊，我们大家就比赛，你快，我比你还快，那就得凭本事。你本事大，你开得快。撞到房子，最后早晚给撞死。嗯，撞不死的，我还要抱儿子。从小长这么大，没有像现在这么痛快过。凭本事赚钱，吃的是硬饭。阿郎，怎么样？车子修好了？车修好了啊，我没问题啊，走。我们不去，我们不赚这个钱。我们要吃饭呢。那太危险了呀，3更半夜开快车，还要抄来抄去的。哎，有什么危险呢？我有2个老婆，还有6个孩子，我都不怕。你把阿郎交给我好。怎么样？阿郎，你下来。赵涛，我叫你下来，你听到没有？赵涛，这何苦？怎么会有危险呢？阿郎的车子开着又好，身体又壮，这样的好手你叫我到哪里去找呢？我管你到哪里去找，我们说不干就不干。干不干是我的事，要你来啰嗦，回家去，讨厌。阿郎，我不是跟你说着玩的，今天晚上你再开这车子，我就回台北去。随便你，爱回哪去回哪去。大嫂，妈真的要走，我就知道你会来。你看，我把车票都买好了。我票退掉。那你跟我一起回家，你也不要开车。你是不是故意找麻烦？我除了开车还会什么？干什么都可以，
我就不要你去拼死拼活的。你看你脸上的疤都还没好。好，你他妈走好了，走了就不要再回来，一辈子不要再来见我。都一样，又不是你特别、你以为这钱好赚的？上次撞上房子，我脸上到现在还有一块疤呢。快点，怎么总是跟阿郎跑在一起？我今天非要他好看。Yeah!
十年都在为别人吹吹打打的，但是二郎死的时候，我们却没给他送个葬。改天我们到坟上去给他吹吹吧。三轮车被淘汰了，违章建筑都拆除了，代替的是油光光的马路和一栋栋的高楼大厦。像阿郎那种人，他冲动的恋情和求生的方法都很难适应今天法治的国家和工业社会，所以他的命运和归宿也是必然的。我们只有惋惜地说，再见阿郎。